第一，中国的政治稳定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。人家讲，哎呀，这个美国，你还得搞清楚这个民主党还能带多少人，不然共和党上来了。你刚刚弄清楚共和党谁是人，让民主党上来了，所以这个复杂，而且这个党派之争你也就昏倒了。民主党永远说共和党怎么不好，共和党永远说民主党不好，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升自己党。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5年内，我觉得真是越想越了不起。